大家好，我叫楚云，很多人都以为我是中国人，其实我是泰国人。我的学校位于家的幸福，这是我的学校东门中学，欢迎大家来找我玩。今天我想跟大家讲我与中国的故事，走，跟我一起上汉语课，认识一下我的汉语老师。他是我们的汉语老师，听说卓老师在中国很火，抖音有8万粉丝，卓老师的汉语课很有势，我们都很喜欢他。偷偷告诉大家，我已经去过中国了，因为我通过了 HSK 考试，拿到了学校公费入中国的名额。南宁之旅更加坚定了我学习汉语的信心，我会加倍努力，我想去中国留学。是北京，是深圳，是上海，是看不一样的风景，加油！